我是黄宗尧。在这个世界上面有8亿人连基本的三餐都吃不饱。10月17日，10月17日国际滅贫日，大家一起回家吃饭，然后将一餐饭的饭钱捐出，就可以帮助世界各地的贫穷社群。即刻上 osfam1017.com。 咁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公司已经参与了，我很希望香港有更多公司跟我们一起去支持乐施会，跟世界8亿的贫穷人一起分享爆足的一餐。